所以我说特别给力在哪儿，太棒了。我们是在北京注册，啊，北京发证，所以在全国展开营，从拿证，啊，到我们实际运营，到发现问题，到最终把我们提出的问题给解决掉，啊，这个让我觉得这个至少在现在目前我们展开工作上来讲，几乎都是非常顺利的。我觉着啊，一方面我当时在北京不受这个限制，一方面我觉得进一步除了这个政策，我觉得这个政策出来就是给整个市场释放了一个什么一个巨大的一个利好的一个信号，这个太有信心了。